这老登实在是不简单，无论队友说什么，他都要杠一下，而且还让别人听自己的安排，如果不听就把人踢出队伍，简直就是野外求生版的霸道总裁呀。当然有人会触发血脉被动去反抗，结果那就完美再现当时海上场景，这次就不用横跨大西洋了，只是如果没江船拿下的话，就会像隔壁那样被困在海上。其实我就好奇他们这木筏哪来的，让我们一起去学习一下，或许以后到了野外能够用得上。镜头来到艾米丽这边，她被困在海湾中越漂越远，眼看太阳就快要下山，比起艾米丽的安全，队友们更担心物品能否回来。他们已经在思考着艾米丽淘汰后怎么办好。事实证明天黑前使用木筏真不行，洋流已经将她推到900米外，眼看艾米丽已经彻底失去力气。为了安全起见，节目组已经安排人救助艾米丽，感觉那是相当难受，而木筏就停留在海上漂流。现在她冷的那是瑟瑟发抖，看着大家失望的看着自己，心情那就变得更加难受了，想跟大家好好拥抱一下告别。艾米丽的脚已经冻坏了，她对自己的团队挺失望的，大家一开始就没有看好她，只是在旁边说风凉话，说到底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，也就只有布里是真的在担心，其他人只是关心物品怎么办。艾米丽现在要发射信号弹，宣布自己已经正式推出挑战。所以说在野外求生一定不能逞能，越是想要扩大优势就越容易出现问题。布拉沃队如果拿不回木筏，将会失去一堆有用的物资，希望不会导致走向失败吧。挑战进行到第22天，现在气温那是低的可怕，乔伊觉得布拉沃队可能已经将阿尔法队的东西搜刮了，他想过去那边看看怎么回事，这对接下里的挑战很有帮助，但是这么远的路程值得他们这样说吗？还不如躺在营地里面多休息会。布伦登只想管好自己的事，布拉沃队怎么样那是一点都不关心。乔伊很想过去看看，要知道这不是一般的野外求生挑战，必须得玩点脏东西才行，不然得待到什么时候能结束。可团队没人赞同这建议，自己又只能继续装透明了。布拉沃队这边情况并不是很好，德鲁觉得艾丽米就是太过聪明，导致团队失去更多东西，得想办法将木筏弄回来。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再弄个木筏，这样应该就能将东西拿回来，顺便去那岛上寻找食物吃，抓紧时间前往阿尔法队那边，得在潮水涨上来前完成来回。大家已经很久没吃顿好的了，肚子一直在那饿得咕咕叫，真的是全靠意志力支撑着。 I need some food. Damn.路上还有不少障碍阻挡着，一想到等会要把东西搬回去，瞬间就感觉腿有点软了。潮水涨得有点快，抓紧时间将有用的东西带回去。令网将东西给打包起来，托盘就只能让德雷克扛走，希望在潮水淹没岸前能顺利回营地。德尔塔队这边看起来像度假一样，正在研究着这贝壳怎么弄成泳衣。虽然这样过得很开心，但是乔伊对此并不是很满意，觉得应该继续扩大优势才对，他很想证明一下自己的实力，不知道乔伊又会整什么节目效果呢。布拉沃队带着物资回营地，需要消耗的能量那是相当多，都怪艾米丽把木筏弄丢了，他们一路上都在那骂骂咧咧的，刚好这一幕被乔伊给看到了。布拉沃队正搬运物资回去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很有必要跟队友说一下。德鲁克累的已经不想说话了，大家只能躺下来休息会。Oh, that's nice. 入夜后，乔伊将布拉沃队的消息告诉大家，他觉得很有可能是要做木筏，然后去其他地方探索收集资源。队友们听完后那是一点都不在意，管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，完全没必要想这么多。埃里克觉得乔伊这么关心布拉沃队，怎么不去加入他们呢？乔伊非常需要这笔奖金，担心他们会搞出什么事情来，至少得有个心理准备吧。团队的策略跟自己那是格格不入，他们迟早会因为自己傲慢而后悔的。布拉沃队这边今天实在是太累人了，加上营地这边并不是很温暖，大家情绪都不是很好，布里身体也不是很舒服，老感觉有什么东西抽打着胃，好不容易才熬到天亮，布里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好转，现在那是什么事情都做不了，大家今天还要将木筏给组装起来。布里觉得自己在拖累团队，他讨厌现在这样被人照顾，光喝热水可没法让身体好起来，最重要的还是得吃到肉才行。德鲁他们已经将东西带到岸边，这次一定要弄艘完美的船出来。而乔伊醒来后就到岸边观察对面，他可没法一直躺在营地里休息，至少得知道对手的情况如何吧，情报才是这次挑战的关键。很快他就发现布拉沃队的身影，
跟想的一样，就是在做木筏，自己得让队友紧张起来才行，不然这样下去肯定会输的。这边木筏已经准备就绪，就看等会不会沉到海里面。乔伊将木筏的消息带回营地，大家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惊讶。约瑟夫觉得他就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做，对面哪怕造航空母舰，自己也提不起兴趣，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，好好生存下去，这才是野外求生该关注的事情。大家本来就挺后悔让他加入了，既然乔伊那么关注布拉沃队，直接过去加入不就好了吗？乔伊还试图劝队友也造木筏，但是大家那是一脸嫌弃的样子，根本就没有人想要搭理他，还不如躺着睡觉实际一点。布里身体那是越来越糟糕，难受的想叫医生过来看看。德鲁知道布里一直有为团队做贡献，可能就是太过努力导致过度劳累，他怕医生过来后会强制退赛，对布拉沃队那是相当不利，只能想让布里好好休息一下，希望他的身体后面会有所好转。布里觉得头痛是因为脱水导致，或许多喝点水就能好起来。大家觉得这实在是太糟糕了，由于布里没法提供劳动，这样需要承担更多的压力，本来大家都没什么体力了，继续这样下去队伍迟早会崩盘，现在能做的就是让布里喝点热水，如果还是没有什么好转的话，只能让医生过来检查，他们实在是没法一直照顾病人。布里最后决定先让医生检查一下，如果真的要被淘汰出去的话，自己也只能接受医生的建议，很有可能就是之前饮用了污染水导致现在身体出现问题，医生怀疑是寄生虫感染引起，其实最好就是去医院检查，只是布里不想退出挑战，加上身体检查还在正常范围内，节目组这才没有强制抬走。布里决定回去就打多几瓶抗生素，现在争取再多留几天看看。说是这样说，做起来是真的很难，布里现在没法为团队做出贡献，大家也没有余力照顾他，自己纠结了很久，还是觉得不能拖累团队，这奖金就留给三人平分了吧。布里已经做好准备退出挑战，大家虽然都觉得很可惜，但同时也松了一口气，又可以继续专注于挑战中。布里觉得自己已经很厉害了，要知道刚开始连火都没有，独自一人来到对岸加入布拉沃队，现在因为生病而退出挑战，虽有些遗憾没能走到最后，但是他已经证明了自己。随着信号弹的发射，约瑟夫那是瞬间兴奋起来，可惜其他队友都没有留意到。德鲁觉得现在情况不大对劲，虽然说人数越少分得越多钱，但也因为自己得多干很多活，本来大家身体就不是很好，后面的日子会过得更加艰难，短短两天就送走两名队友，对德鲁来说那是打击相当大。挑战进行到第24天，乔伊还在那建议大家造木筏，这样就能够跟布拉沃队抗衡，他希望大家都行动起来，继续躺在营地里面只会陷入劣势。其他队友都被这话整无语了，明明可以待在营地里面保存体力，偏偏要想着制造个木筏，难道他们还要出海钓鱼吗？最后实在是被乔伊烦得不行，只好跟着过去制造这木筏。约瑟夫以前有尝试做过，难道不是很难？只是这弄出来能干什么？埃里克还在旁边不断发出质疑，担心这木筏会沉落海中。约瑟夫表示不要纠结这么多，听他的指挥就行了，漂浮起来一点都不难，只是想要变得更加稳定安全点。乔伊觉得自己现在很尴尬，明明是他提出的建议，但是就是一句话都插不上去，还要被人叫去一边砍伐收集材料。埃里克觉得如果要做，那就要做成最好的，能用的东西都投入到里面，他还想着用这箱子做成船桨。约瑟夫觉得还是集中精力将木筏弄好，而不是在纠结其他事情。埃里克对此那是相当不满意，反正他会按照自己想法来说，双方那是争吵起来。其实如果不是乔伊一直说要做木筏，或许矛盾就不会爆发出来。乔伊觉得自己真的非常冤，这怎么能怪他的建议呢？埃里克并不觉得自己有问题，造船和造桨难道不能同时完成吗？现在他是什么都不想管了，反观布拉沃队那边就要团结很多，利用树枝和防水布组合在一起，全新的船桨就这样给制造出来，就担心会像艾米丽那样困在海上。德鲁打算在远一点的地方出发，希望这样能够顺着洋流节省点体力。就在他们准备出发时，没想到节目组会过来投放物资，不知道这次会送什么东西来呢，看样子里面会有不少东西。让大家没想到的是这次物资被放到很远的地方，仔细一看，那不就是一艘船吗？这可把德鲁高兴坏了，来的正是时候，抓紧时间将木筏弄到水里。其实两艘船上都有船桨和捕虾笼，只要能够弄到这些东西，对接下来的挑战会有巨大的帮助。德尔塔队赶紧加快木筏的制造，乔伊那是高兴的不行，要不是他一直在那建议制造，今天这物资就没办法拿到了。
乔伊还想着拿到船后去布拉沃队那看看，他实在是太想知道对手的信息了。德鲁觉自己优势还是挺大的，第一时间就可以放到水里出发，而德尔塔队还在那里制造木筏，大家那是着急的不行，只能祈祷布拉沃队那还没造好。然而德鲁已经成功上船并出发，这让德尔塔队变得更加着急，如果现在不将木筏放下去就来不及了。德鲁凭借着洋流的帮助慢慢的往船那边靠近，只要不出现什么意外的话，等会就能够顺利到达。德尔塔那边加快速度将木筏造出来，虽然大家知道这还没调整好，但是已经没有时间继续完善了。布拉沃对那是非常相信德鲁，要是能顺利拿到那船，接下来的挑战将会拿到主动权。德鲁已经想好怎么玩脏的了，拿下自家的小船后把对面家的也拿下，而约瑟夫这才刚开始出发，前行的速度那是相当慢，他也是想利用洋流漂过去。德鲁看到对面来人开始有点着急，他可不想让对面顺利拿到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对面拿拿。约瑟夫一直观察着水里的情况，现在他是一点错误都不能犯，每一次划船都要耗费掉大量的体力，特别是在洋流区那边，感觉自己那手快要脱臼了。大家那是强忍着难受继续前行，德鲁眼看就快要到达船那，没想到船桨那边出现问题，严重影响到前行的方向，开始慢慢偏移到下面那边。德鲁感觉这木筏开始有点失控，自己没有办法抵挡住洋流，离船那是越来越远，继续这样下去怕是精疲力尽的。反观约瑟夫就轻松很多，小船就在眼前，立刻加快速度过去。看到德鲁那边还没有到达小船，约瑟夫觉得自己实在太棒了，成功为团队收获到一艘船。所以说这造木筏还是得靠自己来，德鲁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哪怕德雷克喊破喉咙他都没有前进多少，实在没有办法，德鲁只能靠提水前行，这可不是什么好方法，如果短时间内没法回到岸上，那德鲁就会因为体温过低出现问题，就剩不到50米的距离，他感觉比跑马拉松还要辛苦。德尔塔队觉得德鲁要完蛋了，德鲁只好选择放弃回到岸。大家觉得布拉沃队有机会逆转过来吗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